So the thing I would say is when you grow up, you tend to get told that the world is the way it is and your life is just to live your life inside the world, try not to bash into the walls too much, try to have a nice family life, have fun, save a little money. But life, that's a very limited life. Life can be much broader once you discover one simple fact, and that is everything around you that you call life was made up by people that were no smarter than you. And you can change it. You can influence it. You can build your own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can use. And the minute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you can poke life and actually something will, you know, if you push in, something will pop out the other side, that you can change it, you can mold it. That's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hake off this this erroneous notion that life is there and you're just going to live in it, versus embrace it, change it, improve it, make your mark upon it.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And however you learn that, once you learn it, you'll want to change life and make it better, because it's kind of messed up in a lot of ways. Once you learn that,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这个呢，就是一个今天我纯自己思考、纯自己的感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法的视频。如果你不想听我逼逼的话，那你现在把视频关了。就刚才啊，在看这个 Casey Neistat Vlog 的时候，他放了这段乔布斯的视频。怎么说，这段视频突然就唤起了我很多的共鸣。在这视频里啊，乔布斯就说啊，随着我慢慢长大，我们就慢慢被告知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所谓的那些世界运行的规律，或者感觉说就是所谓的那些你在什么年龄层次应该干什么。经常你可以都听到别人说啊，你都这么大了还在干嘛干嘛干嘛，或者你都这么大了还没干嘛干嘛干嘛，你这么大了应该干嘛干嘛干嘛。我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的词来形容这件事儿，但是看乔布斯后来那句话嘛，他们不是说其实这所谓的很多世界的所谓的规定啊，都是被那些其实还没有你聪明的人所塑造，但你呢却因为很多很多种原因听信了他们的话，然后你也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理应如此。就曾经我跟我爸妈聊过这个问题，假如说我真的是，就比如说我毕了业啊，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啊，慢慢往上爬啊，职位慢慢往上爬啊，找一个老婆啊，生一个孩子或者生几个孩子，抚养孩子长大，我退休看着孩子长大，然后我死。如果我的人生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就能感觉仿佛已经看见了我人生的所有的样子。我就觉得如果我能预见我的整个人生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就这些话吧，都是心里的很多很多想法，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能把语言组织的特别特别好，逻辑性特别特别的强，跟你们讲这件事儿，但就只能是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然后你们去尝试我理解，然后你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呢，你就直接把视频关了就行了。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有点意思呢，那你就继续往下看啊。然后顺道再提一句，我做的所有视频没有为了迎合任何人，我都是为了分享我的东西，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想给你们分享的东西。就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当然非常高兴，如果你不喜欢，认为我说的全是错的话，你可以跟我交流，但我不会因为你的不喜欢而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比较轴的人，就我非常坚信，我相信的很多东西呢，也许可能是错的，但我会通过时间去慢慢来验证这些东西。如果我决定去相信一件事，不管这是一个观点，还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还是一套逻辑，还是一个系统的知识，如果我决定相信了呢，我是抱着一种非常开放的观念去相信的。就是如果你能拿逻辑拿事实说服我，那我的观点是会改变的。但在你拿逻辑和科学性的验证这种东西去说服我之前，我是不可能相信你。乔布斯刚才说，其实世界上的很多规定啊，都是由其实还没你聪明的人制定的。这一点其实我真的挺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天才，所谓的天才都是在相对的领域是天才，没有一个绝对的天才，就不可能有一个人什么方面都比你强，就是不可能。这个呢，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就是说我觉得我呀，我这辈子应该怎么活，我觉得我就是要尽可能的去认识更多的人，与更多的人聊天，见识不同的文化，去不同的地方，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地方。就是我对于我未来的工作，未来的职业，未来的生活，我没有把自己限定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
如果一个地方足够吸引我，足够有意思，足够能让我成长，那我就去那儿就没关系。不论那是在美洲、欧洲、亚洲，对吧？甚至北极、南极，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所谓。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很多父辈或者再老一辈人的经验，其实不太适用于我们。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在我姥姥姥爷得知了这个我脚骨折这件事儿之后，然后我姥姥姥爷就给我发了这么一段微信，他说说你自己不知道吗？对于你这么高的人来说啊，举重都不适合你，滑滑板也不适合你。我明白他们的心啊，这其实就跟我父母一样，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我也非常理解他们这个关心我的这个一个举动，但是他们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这一点我曾经跟我爸妈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非常容易理解父母，但其实父母很不容易理解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你可以反驳我。在我姥姥姥爷的角度来说，我给你分析，这个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人呢，我觉得他们并没有体验过很多东西，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固定的观念，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跟我妈聊过的一件事，我就说别给自己限制特别多。那你像在我姥姥的观点里，对吧？我作为一个身高1.94米的人啊，那这种可能低重心的人占便宜的运动，那就都不适合我，对吧？那首先第一点，我没有想成为职业运动员，我没有从来没有说想成为职业力量举运动员、职业举重运动员或者职业滑板运动员，这是一个爱好。那我说他们不理解什么呢？他们不理解的就是在一项爱好中，你通过你自己的时间、精力、汗水的投入和努力，然后你最终完成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滑板，我完成了一个动作，我从不会到会啊，就比如说力量举吧，我突破了一些力量的极限，就自己突破自己的这种感觉是真的非常非常爽。我在之前的那个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的那个视频里也跟大家说过，就是突破自己、突破极限这样一种感觉，是我真的真的特别特别享受的。而且这种东西是如果你没有体验过，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这样一种感受。但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呢就已经给自己设下了这样那样的限制，觉得自己不能做这些东西，自己不能做那些。然后联系上乔布斯刚才在视频里说的，我觉得就是当你长大之后，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世界观、你的认识都是受别人或者外界影响的，可能很多时候你很难自己静下心来，然后想一想这个东西真的是真的吗？就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吗？我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呢？就是我到底是在听谁的？就像乔布斯在视频里说的呀，就是人生有真的有无限种可能性。我还记得当时我跟我爸犟嘴的时候，我跟我爸说了一句，我说这个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幸福的生活，对吧？幸福美满的生活，所谓子孙满堂这种颐养天年，就享受天伦之乐的这种生活。但我当时跟我爸犟的时候，我跟我爸说过一句，我说我还想尝尝孤独终老的滋味呢，就那也是一种人生，但我知道那很不好过，对吧？这我之前的视频里也说过，就是我一直觉得吧，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太循规蹈矩了。我觉得其实就像乔布斯说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就真的在遵循着一些其实你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同意了的规章制度去来，然后其实没有仔细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去遵守的规定。我觉得这是一件其实很恐怖，但又有时候你可以说又有点无奈的事情吧。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在弹幕里跟我说，现实有时候就是残酷的，你不是所有规则都能改变。又有人肯定要跟我扯什么阶级固化这种问题，我这种事儿真的我觉得很难在镜头面前就是真的特别有条理、特别有逻辑的说出来。但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体验人生的更多面，就真的酸甜苦辣咸的人生请都给我来一点。然后真的就是自己一定要尝试着，对我而个人而言，就我一定会朝或者自己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来去做努力的。但反正这条视频的这个关键点呢，就是我还是想像乔布斯说的那样，对吧，去尽可能的拓宽你生活的这个多面性。就你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生活有太多太多太多种可能性了，就不要活成你老师眼中的那个你，你不要活成你爸妈眼中的那个你。他们为你好，全心全意为你好，那是一方面，但他们不是你，他们很多时候就没有能力，也不可能100%的了解你的所有思想和感受。所以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我自己的人生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把握。就怎么说，少给自己一些限制。就这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就如果你真的看到这儿了，那就你和我咱们共勉，好吧。就真的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限制，觉得自己什么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不适合我。那你不去试你怎么知道呢？你有时候不逼自己一把，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你就听你朋友、听你长辈、听你爸妈说了那么一句你就退缩了吗？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好。
这样你会丧失人生中很多很多的可能。现在呢，我准备说一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幼稚的话，但是我现在就把这句话放在这儿，对吧？当然这个频道我所有的视频目的就是为了记录真实的我每一刻真实的想法，对吧？好吧，现在是这个美国时间4月17号下午4点54分，好吧。我觉得呀，就尽管有可能，如果我的一生我为了探究我应该如何生活，我在探究各种各样可能性的同时，在不遵守所谓的很多人立下的规定的同时撞得头破血流，咱们假设是这样的，但我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我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这一辈子我是按照我的想法去活的，我活出了自己。就是即使我真的最后撞得头破血流，那中间的所有酸甜苦辣都会极大地丰富我的人生阅历。